只需5毛钱，王俊凯就能瞬间移动。3月3号，王俊凯在芒果 TV 热播新剧《上古密约》中瞬间移动的特效技能让人印象深刻。品一品这特效，真的有些古早味。而巧合的是，早前王俊凯在采访中透露，如果可以拥有超能力，希望自己可以瞬间移动。瞬间移动吧，我想要瞬间移动。我能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。万万没想到，小凯的愿望实现啦！本捞看着修炼秘籍，大概也只需要5毛钱吧。芒果拉新闻，圆梦时刻，不知道小凯对这技能满意否？报道。